环宇汉学讲座当然顾名思义，就是我们邀请这个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那来这个做一个演讲。我想今天很多这个郎教授的朋友啊，那真的这非常多的学界的朋友，那来参加这一个讲座。那这个环宇汉学讲座呢，我们一年大概会举办20几场，那多半是为了我们汉学中心讲助的访问学者，那让他们有一个这个发表他们研究成果的一个机会。那但是呢，我们每一年呢，那也都会这个有一两场或者两三场呢，那是邀请刚好来台湾的这个杰出的这个国外的学者呢，来这个做演讲。那这次呢，演讲会在我们国家图书馆汉学中心办理呢，那当然要谢谢祝平一教授。那我想大家都知道，那这次的这个朗密歇教授呢，那荣获今年的科技部的杜聪明奖，也是第10届的杜聪明奖。那所以这个我想如果大家注意的话，前2天是在台湾大学有一个盛大隆重的一个颁奖典礼。那这个杜聪明奖是这今年是第10届。那我刚才看了一下这个讲助的这个办法啊，他要讲助这个国外呢，这个学有专精，这个研究做的这个很杰出的，然后要对社会有贡献的，然后同时呢，要对这个国际的学术合作交流呢，那很有热忱的学者。那我想这个是这个今天这个朗密歇教授呢，获得这个奖，那而且非常难得的是，据说这是这个奖10届以来呢第一位的人文研究的学者，那也可以说是第一位的汉学家获得这个奖。那待会儿，而且今天他的题目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啊，这个谈中西的命理学，我想讲到这个命理学算命，这个中西都有各种的这个算命的方式，那不止学者有兴趣，我想一般的社会大众也很有兴趣。那我们今天就来看看这个朗密歇教授怎么样诠释他的这个人文意义，那以及国际汉学界对这一个方面呢有哪些相关的研究。那今天我们也很荣幸邀请到祝平一教授，那我想这个他是这个朗密歇教授的推荐人，对不对？那就是大力促成这件事情啊。那祝教授呢，他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研究员，那在这个中西交通史方面或者是科技史方面呢，啊，都有非常杰出的研究。那我想我就不多说，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呢，啊，欢迎他们两位，谢谢。啊，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好。那很欢迎大家到今天这个讲座来。那朗密歇教授呢，他讲命理。那我跟他的相识，其实真的纯粹就是命中的缘分这样子，就是缘分注定我们两个要相遇这样。很可惜，他不是女生这样子。这个当然，这证明我是一个异性恋者，这个可能政治也不太正确。不过就是回到2009年的时候，我们当时完全都想不到这些事情，就是说我们都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但是呢，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回想2009年我们刚见面的时候，好像这一切冥冥中就注定了。他突然问我一个问题，说：“哎，你有没有也对这个东西有没有什么想法？”我说：“哎，我刚好写过一本书这样子，所以我们就这样子变成就是好朋友。同时在他后来成立一个中心以后呢，我也在那边当过访问学者。那么朗教授他是在1983年从慕尼黑大学的汉学系毕业，那现在是那个爱尔兰跟纽伦堡大学的汉学的讲座，那么同时呢也是他们国际研究中心的主任。那这个国际研究中心的性质有点像几年前
台湾大力在推的这种5年500亿的这种重点大学，哦，所以他现在 大致上是在这样子的一个啊情形下面工作。那么呢，朗教授他其实多才多艺，而且博学多闻啊，他会非常多的语言，就我们所谓的多语人，或是说语言天才。语言天才这个字 polyglot 其实有它的定义，大家可以到维基上面去查，就是说一个人熟知6种以上的语言，哦，那就是而且听说读写都会。那朗教授是符合这个定义的，哦，他会德文当然不用讲，英文当然不用讲，法文、意大利文中文、拉丁文，哦，这些他都能够掌握这样子。那么也因为这样子，所以他的研究常常就是在我们面板上看到的跟中西有关，意思就是说他讨论问题的 方式通常是从比较研究的方式入手这样子。那么他现在他的第一本书呢，其实讨论的是就是跟梦里有关的，是解梦的书，叫做梦林全解，这是他博士论文。后来呢他又做了宋明理学的 题目翻译的张载的正梦，这是一本宋明理学里面非常重要的著作。然后他又研究了各式各样不同的题目，从比方说耶稣会士啦，中西交流的这一些问题，那或是说像这个新语会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新语会如何带来新的观念，带来中国文化的大的变迁等等，这一类非常重要的议题这样子。那么今天他要讲的呢，是他这个中心里面的主题，也是他最新的研究，其实就是跟所有预测未来的技术有关。比方说从这个大家常常打开电视就会看的股票预测啦，这是最常见的，那个保险公司的生命的计算的预测啦，这个是我们所谓理性的预测。但是我们常常会把一些所谓觉得不理性的东西，比方说占卜啊，古代的这些传统文化，我们觉得这些东西可能就是没有什么道理。但是事实上这些东西呢，其实是有非常高的系统性的知识这样。只是因为我们现代的人对它太疏离了，以至于我们根本没有办法了解它。那么朗教授呢，他这个研究中心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重新打开这个谜，打开命理知识的谜这样子，从中西不同的比较的观点来看这一些东西。那么我们现在我就不再多说，因为我其实说得太多太久了，我们现在就开鼓掌欢迎朗教授为我们带来今天的精彩的演讲。好，谢谢，多谢这个你们两位的介绍，我觉得太过奖，行吧，OK。那各位同仁，下午好。下午好。很荣幸，对对，这个可能 ，OK， 很荣幸受到国家图书馆的邀请。再次做一个有关名利学人文意义的报告。为了不构成半满农夫的嫌疑，我今天会多讲一些欧洲，少讲一点中国。也许在座的各位会问，为什么一个德国人会研究这么一个有点古怪的题目。其实早年开始读大学的时候，我就一心刚刚提到了，我就一心想选一个离欧洲文化尽可能远的学科，开始修阿拉伯文。当然不久有些失望，觉得阿拉伯文化其实和欧洲文化形影相随，亦步亦趋，区别没有想象的那么大。一年后改修汉学，
我的老师是鲍武刚，当时是很有名的汉学家，德国汉学家，尤其圣庞文言文。据说他在台湾曾出于舞会，你们都认识这个知道这个故事？不知道 ，OK， 那我来讲一下，OK， 有曾处于误会，被带到警察署。当年的汉学家，可以说只是会知乎者也，但不会最普通的日常用语，双方无法交流。情急之下，我的老师回笔就写就了一篇洋洋洒洒的文言文，让各位警察先生非常吃惊，马上就放了他。这是我们前一辈的经历。我们那代人都是从文言文开始的。我的博士论文是由朱老师刚刚提到的，是管孟叔的研究，之后很长时间研究宗明理学，特别是翻译的这个张载的正文。90年代也开始从是那个在习学精简的过程中产生的新词汇，新学科以及新词项的研究。二，无事知天命之后，我开始思考一些更加草根的问题。与西方社会相比，预测未来的各种方式在东亚对人们的心理活动和心理健康有着更深刻的影响。那么什么是预测？其实种种预测围绕着我们的生活，我们都是见证人。无论是在经济界、技术领域、政界、医学、气候，还是其他许多领域，预测无所不在。欧洲的很多预测的形式是在18世纪到19世纪的转型时期产生的，是用那个概率测算，就是 probability。历史证明，这其实和赌博有很密切的关系。对测量数据的处理，首次在知名的数学家高斯的常态分布得到正确的表述，并发展到高斯的中心曲线并从1844年其在规律计算中大量的使用。概率计算的问题在于，这是第一个问题，处于中心边缘的事件某种意义上被视为是不可能的。柏林墙的倒塌，雷曼银行的破产后引发了经济危机，以及很多和我们息息相关的政治经济事件，是用这种概率计算无法预测的。每天我们都经历着预测，特别是经济界的预测，在不断的修正，每天就在修正。显然预言的价值处于不断瓦解的过程中，特别是涉及到个人的预测，比如医药方面，预言的价值则更低。归根结底，医疗保险也是根据得病率的几率来运作的。
愿在于给我们积极可为的人类安全感。再次我们过论我们讨论的是一个克服不定性的问题。不定性在哲学用语中只是是一个实时的状况，该实时的存在既不是必要的也不是不可能的 contingency。 那尼克拉斯·鲁曼对这个一个德国的社会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概念在社会学上的表述是，他说此物如此，现在、过去、未来可能是这样，也可能是别样。这是 contingency， 不是必然性。我们所谓的未来原则，未来原则上的开放性并不是完全等于偶然性。用这种理论看待历史，就会排除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同样也就没有一个历史事件可以从目的论的角度来关照。对未来的看法也会出现同样的问题。显然人类很难接受这样的观点。你们看马克思主义也是目的论，是不是？是。因此呢，那个 Daniel Kehlmann 是一名近年来德国最具成就的作家之一。他的最新出版的那个小说标题为 F， 那么这个 F 指的就是 Fatum， 命运 Fate。 在一场采访，他谈到，他说这是一个大问题，我们是否拥有命运，我不知道。这本书是我个人在这个问题上种种矛盾的综合。人无法生活在每时每刻都会发生意外的观念里，人的出发点必须是命运对一个人有一定的意图。这是 meaning 的意思，是不是？这给人一定的安全感，这可以说是一个调节性观念。人无法忍受绝对的偶然，这是 Kehlmann 的想法。因此呢，预测在人类的存在中是一个常量，一个 constant。这并非偶然，自古以来就不断出现各种几何数，让我们获得安全感，来把可能性范围加以进一步定义，进而缩小或彻底排除偶然性，并通过灌输规律性的理念来强调必然性。占星术最早可以会说到公元前2500年，一个那个美索不达米亚星体运动的规律性被视为和人的利益有密切的关系，或被视为是其符号和迹象。早在公元前4000年，东亚就出现了古占，而从公元前1400年，其古上教科有文字甲骨文。最初，这种预展的形式肯定是为了简化复杂性，这是第一步。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预展形式本身变得越来越复杂。占星术
早在古老的那个 Alexandria 编的越来越有序，之后首先在巴比伦，之后在 Alexandria 的那个数学家、地理学家、天文学家、数学家、理论的那个托勒密的推动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系统，就是那个占星史书啊。如果说西方的托勒密式的星象学是从星座之间的正常的关系法，那么中国的占星则是把注意力放在他的注意力放在不同寻常的现象中，如彗星、日食等等。日食、月食，我们刚看到的在贵图书馆的一些有图的一些有关的版本。中国的预展强调偶然性与系统性，《易经》最早的一部占卜书，之后还出现了许多预展的主术。在人类面对未来的初期，预展和宗教性行为的联系非常密切。带占卜的符号不是神就是天，或者托神与占卜即不是之内的神灵。符号通过祭祀 the priest 祭祀就是即法术得以实施和陪伴着实术过程。这特别符合古代罗马的祭祀的情况，但同样也适合美索不达米亚及商朝。我们都知道这种某种意义上是让有特殊魔力和威严的大使来揭示符号。现代专家的预言作用，如预测未来专家或是经济智囊，也主要是接触与几乎虎魔力般的威严，就是一种权威，是不是？尽管他们都是用科学性来作证他们的预言。那个海德堡的那个亚述学专家Stefan Maul， 他指出，人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都需要预言，因为预言能够把无穷无尽的选择加以限制，这样计划才可以有能。This is planning and prediction。这个关系，在他看来，就是还是那个Stefan Maul看来，用什么方法去预展并不重要。他把美索不达米亚的稳定，就是政治方面的稳定、历史方面的稳定，归功于预展微妙的实时根据现实在调整，计划和预展的之间不断的在斡旋。上面提到的机，主要是依靠计算，即用科学的和前科学的甚至伪科学的方法进行计算，而别的预测未来的形式则是和直接相关的。所以我们用书会和好一些，我们可以广义地称呼预展学和预知 prophecy
prophecy。 那古代就是古希腊的女祭司 Pythia 在 Delphi 神庙传达阿波罗的神谕。圣经中的先知耶和华就是注入誓言，尤其是犹太先知，很多预言其实更多也是一种警示，一个 warning。 在中国也存在先知这个现象，这主要是指伏击或乱击或将毙，关键是神明会附身在孪生身上写出一些字迹。系统的记录是于宋元时期，就是比如说有那个文昌帝君银之文称文昌帝君曾多次化身人间，这很快衍生出一系列东厂未末世和前途自救措施的说教。到清朝出现了这样的文集，很多高官如朱圭就是编纂那个四库全书的那个官员，读书人应该说是地位显赫，还积极参与这些文字的撰写。这和把儒家和民间宗教以及道家方面的崇拜加以区别的西方流行的观念相左。因为经营也参加实际上也参加了这样的活动，所以西方还是比较西方汉学还是比较流行说，哎呀，一方面有经营的活动，是不是一方面是老百姓的动态。除了根据供养传的范式来进行预展的陈伟学之外，推背图或是烧饼歌都是中国古代著名的预言书。如果说预知未来的愿望是人类发展的一个常量的话，那么大多数获得这种认知的常识和很多技巧在所有文明中都有出现，但在各个文化中各有侧重。现在至少可以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预测这个预测传统偏重于文字，如将毕，比如说中国预占学有其独特性。另外显而易见的是，基督教主导的地区世界的末日有更加绝对的结局，不是周而复始的新开端，而是一次性事件随时间的结束而告终。特别是在和中欧洲中世纪同时的合作的研究中，我发现尽管前几年就是 millennialism 这种观念在所有文化都所有的文化中都存在，但是世界末日且是一种独一无二的设想。
此外，欧洲的特别关注自由意志这个问题。在九月中那个获取自由是通过微背身的心跳达到的，这种罪恶受到了驱除出伊登的惩罚，人类为其自由付出了很高的代价。这是按照九月，即受难和死亡。而反之，耶稣的那个自愿服侍，在此可以理解为人的意志未受损缺完好，自愿服从于神的意志。这可以看出自由意志意义上的自由的重要地位。几百年以来，西方的神学家和哲学家探讨这些问题，探讨这个自由意志，甚至可以说榨干脑汁。而自由这个概念也获得了越来越清晰的把握。奥古斯汀圣奥古斯汀简化自由意志，托马斯阿奎那那把自由意志看作是和人的理性息息相关，路德把自由意志看作一个矛盾体。耶稣会士那个路易斯的莫莉娜曾试图把神的全知和人的意志自由加以调和，而卡尔文这个理论再一次简化自由意志。而最后在黑格尔那里，我们可以看到从必然到自由的艰难的过渡。他说，对必然性的知识或是显示自由的意志要求自由意志，就是自助的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指今日还在困扰着我们。如果我们来思考脑科的那个专家和哲学家之间的分歧，他们尽管表面上看不是在争执上帝的问题，但是他们是站在思想家的肩上，一代代的思想家提出的并探索了这个问题。那么，显然，一个强大的创世神对预测不一定有积极的作用。而想方设法探究上帝的天机，实质上是一种罪恶。所以天主教禁止心脏学，让骨子骰子和其他一些预展术。但是历史上很多，我们知道很多教宗有自己的那个御用心斩家，这是一个矛盾的，这种矛盾的状况也导致了天主教不能完全封杀预斩术。但是预斩术还是处于边缘的地位。欧洲启蒙运动则不是以反对上帝的决定为理由加以禁止，而是以科学来衡量，并对那个预斩术加以杜绝。因为科学性首先把绝对的重复性视为严格的规定。那么预斩在西方
随着基督教的普及，就不再具有主导的地位，而仅仅是参与现象而已。就是像 Raymond Williams 的那个分别，是不是有主导来区分？它有主导就是 dominant， 有参与是 residual， 还有实现是 emergent 的反制。我们可以观察到，在中国的预展的地位，在主导和参与之间的摇摆不定。那么自由的问题。自由的问题，也就是面对着截然不同的语境，常有人声称，古代中国缺乏自由的概念，或者自由的概念很弱。这个说法可能是对的，我不太管，但是我们还可以观察到。另外一种现象，在一个允许并相信预测命运的文明中，用从预展中获得的认识，理论上讲，是可以和命运进行斡旋的。这是以决定主义世界观为基础的，但是决定主义。和宿命论有着本质的区别，这是还有一个 soft determinism， 还有一个 strong determinism， 还有一个 fatalism， 就是宿命论。决定主义认为宇宙及人的命运，尽管遵循规则，这些规则只有在理论状态下才能加以认识。心理学家即历史学家Stuckart， 他曾言，他说：“神的意志永远无法完全探知，本体运动有太多可能的解释。”而宗教学家及社会学家Georges Dumézil， 他建议回归到。最严格的决定主义上，我们关于自由意志及影响是绝对不现实的，这是引起操作的极端复杂而获得了理性。原则上讲，这一切可以用代数公式来表达。当然，这将需要百亿、千亿个公式，就是无穷的公式。但就像在我们这个层面有非同寻常的计算机，那么我们也可以认为，限制是不是？还具有非同寻常的能力来掌控这众多的因素，并把它们相连接，用这样的方式来解释未来。所以他的理论非常复杂，但是他对怎么说呢，这个决定论给一个比较稳定的解说，比较清楚的解说，一个定义，在100%相信可预测性的同时，还存在一个问题，这又归咎于人类无法认识整体。正如莱布尼茨所谓的整体概念，在他的看来，只有上帝才能达到，所以预测可以重复，这也是自由的表达。中国的卜算文化可以分为卜人和卜地。如果说卜人和西方
还有很多相同之处。那么卜地就是看风水，看你所谓的地理，是不是这是西方所没有的。而风水文化的发展有很多因素，但是也和地方官学的兴修有密切的关系。一般人认为地方官学的风水和世人中居有密切关系，官学在兴修方面就必须考虑风水。这又是中国人和命运斡旋的一个例子，另外一个例子。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很多和命运交涉的心事，从法术到道德修身，在佛教世界里也可以改善俗业，来达到和预言相符，减少不良后果，甚至彻底抵消，就是斩杀业报，斩杀恶业报经，这是一个对对很一个例子呢。马克思韦伯称之为传统中国的，他说根本性的存在乐观主义，但同缺乏一种按照韦伯缺乏一种和世界之间的张力 tension lack of tension with the world， 就是和新教道德观相比，也许人不再需要一个清晰的自由概念，因为自由每天都能实现，通过和命运的交涉。此外，我还要提醒大家注意占卜的心理卫生方面的作用。一条吉星可以让我们获得力量，一条恶旬可以让我们倍加警觉。谈到占卜，常常称为是迷信。其实，迷信这个概念，经过了基督教和启蒙运动后，内涵已经被掏空，成为了批判的话语。随着角度的变化，可以用来指责人和不受欢迎的观点的视线。朱教授写了不少文章，就是关于迷信这个词，这两次最早的出现，是不是在佛经？还有在别的文献。但是明学实际上是符号的规范化，这些符号可以来自大自然，这可以是云的不同的形态，我们刚看的那些书，云的不同的形态，天体的运行，雷电，妖魔的现形和鸟的陈列，这些符号被加以分类而系统化，而另外一种范围规范化形式，则是独立设计符号，例如抽签、打牌、用刮牌。刮占即用易经，特别是后者，尽管是人的产物，但是往往被视为大自然的杰作。正如天体和各种气象现象，两种规范和分类都试图把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件赋予意义。
和我们发生有有机的关系，因为正如正如上文所说，我们人类无法承受意义的缺乏及绝对的随机性，就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歌德在《诗与真》他说，把自己称为是迷信的，我是迷信的，因为这部自传开篇就是他出生的时辰。他说迷信就充满充满云力的大举措的进步的自然的一个载体，而虚弱的狭义的居住不前的陷于自我的人的特点就是他们什么都不行，什么也不行。而一位歌德传记的作家他写道，迷信事实上是对不熟悉的现象的肯定，不熟悉的现象肯定，他们围绕着我们，并以呈前上弯的那个方式，影响我们的生活。正因为如此，歌德对预言特别看重，特别看重。他对自己的梦做了细致的解剖。那这样可见，如果我们如果我们想把预测作为人类知识上的一个重要因素加以进一步探讨，那么我们就必须站起迷信这个概念，不然我们不会取得新的进展。有些方法因为其系统性以及和课题的现代预测的接近，比如天气预报、战后，也可以被视为前科学性的。正如 Geoffrey Lloyd 所指出的那样，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忽略知识上这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四库全书的编纂者纪晓岚、纪云当年的看法，到今天还是很有说服力。再探讨狭义上的预展，而不是已经就是叔叔，在这个事件上，他指出，百家反击，或有意，或无意，而其所就行，离难警废，故此以叔叔。接着他又指出，由于不学问之欲事，以己入神，起火于道，故此以一书。在纪云看来，以上而加，皆小道之可观者。这一看法和欧洲中世纪的哲学家大阿尔伯特 Albertus Magnus 很相似。他把西方传统的预展书称为 Artes Incertae, The Uncertain Arts, 就是意味着可以说不定之书，也可以说推测之书 Conjectural Arts, Stochastic Arts。而且有意思的是，他这个 Albert the Great
这一本遗书遗靴归类于其中，因为在他的看来，这是归纳跟演绎的融合，就是 deductive and inductive methods 在一起。正是为了，我就给你们一个很简单的我们研究所的一个很简单的介绍，好不好？还可以吗？还有时间吗 ？OK，OK。所以，正是看到那个名利学的重要人文意义，我作为汉学家和研究欧洲中世纪的学者，在我们大学建立了那个名为《命运能动性和预测：东亚文化和欧洲文化中的应对策略》。Coping with the future 的国际人文研究员，在德国联邦预科的那个科技部的支持之下，研究员每年从世界各地邀请十几名学者，对我们的那个课题进行共同的研究。在听众有不少来访问我们研究中心，就是学习群体的一种概念，给你们看一下一些 statistics 最新的 statistics。那么这边你们可以看，就是学者访问学者的怎么说来源后源背景，对，这是汉学方面的，这是欧洲中世纪的，很可惜一直到现在没有从台湾来的，所以我们还应该鼓励你们的来参加我们的研究工作。特别的是，指出的是，这个课题是从汉学研究的视角出发的，是由汉学研究来统领其他领域的那些有关的研究，这在欧洲并不容易，你们都可能都知道，因为汉学在欧洲还是属于那个边缘科学。在我看来，这个是比较重要的。那么这边也可以看一些跟我们研究所联合起来的，也包括 Institute of Sociology。可希望在未来你们研究所有多一点的合作。这是一些我们研究所研究院出的一些书，就是一个给你们一些例子，最近出版的，最近问世的。还有巴黎的马克·卡里诺斯基的那个王冲的翻译也是在我们那边。OK， 还有跟柏林的那个 Max Planck Institute 的一个合作，请大家看计划和预测，就是 Planning and Prediction， 就是最近开的一个研究计划。所以甚至那个 History of Science 那个科技史，他们
至少是柏林的那个研究院，马普学会的研究院，他们慢慢承认那个预测在 planning 的那在计划过程里面的那个重要性。以前就是那个被遗弃的知识，是不是 rejected knowledge？ rejected knowledge 是在最近有一些书描写这个在西方的这个过程，是不是这么被遗弃的、这么被排斥的、排除的那个知识，是不是17世纪才开始？这个过程很有意思，我觉得。那么，总之，预测是人类共同的兴趣和利益所在，但是东方和西方对待命运和自由能动性的态度不同，所以其预测在两个文明发展中的路径其侧重也有所区别。最大的区别在于预测在西方的历史进程中遭受了很多禁令，如基督教禁止预测等。这些禁令虽然没有完全中断预测的发展，但在很大过程上还是阻碍了其发展。而在传统中国，预测尽管属于小道和正道的有一些对立，但是小道还是能够有自己的发展空间，并没有在根本遭到禁止。有一些例外，我们知道土地等的，在历史上没有一个受到仪式形态支持的迷信的概念。 So there was no notion of superstition embedded in power structures. That's the most important difference. 就是在意识形态也在权位在政治权力里面的一个支持的一个迷信的概念。在所谓科学预测屡屡失败的今天，有必要重新反思迷信这个概念及负面意义，重新审视预展在人类知识史上应有一席之地。好，谢谢大家。谢谢郎教授精彩的演讲。那他的刚刚的演讲的内容包含了非常复杂的东西，虽然比较少谈到侦测技术的问题，但是侦测的理论、哲学基础、自由意志、人类的行动等等这一类的问题，都包含在里头了。